这些年，您到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您没落了呢。是不是刚才那农民大叔吗？怎么看都是人呢，我没死。这位大哥，请问今年是哪一年？现在是贞观年间了，您这是吃的什么苦啊？怎么什么都忘了呀？贞观年间，那不就是唐朝吗？啊，对呀。我去，这么高兴的剧情发生在我身上了。